这样你有没有坐在这上面？我有。所以裤子上面都有沾，所以代表这是你做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是啊，没有关系。你说这个不知道你坐在上面。然后刚刚有一个小的拉链袋的包。夹链袋。夹链袋是从你的包包还是从你身上？在你身上。它、啊、是谁的？不是那个，我看过那个。刚刚那个。是我拿出来的，都是我拿出来的。那这一包刚刚从你身上找到，这包是什么东西？可他命检验出来呈可他命阳性反应哦。是。先告知你三项权利。